继续来看高雄市的警方动员到550个警力扩大来临检，除了到大型的酒店舞厅、客栈之外，也来检查到住宿的小黄卡，避免到防疫的破空。另外，在执行路检的时阵，闻到一台轿车顶有怪味，当场查到毒品。酒店的小姐排规排接受检查，除了讲爱对身份以外，注意防晒证明嘛拢爱摕出来。八大行业会使做生意啊，防疫规范未使放松，就惊讲又搁变成防疫问题。高雄市出动真侪警察去大舞厅客栈。舞池边啊，房间内消费者拢爱检查。如果预防下，才会使入场消费。扩大临检，不是干那为了防疫尔，另外一个重点就是防止暴力。啊，有没有发生治安的问题啊？以入临检方式啊，来遏阻这些治安事件。执行路检发现，讲这台黑色轿车顶有一个味真重。来，这边看一下了，你看一下了。车顶有一个查甫，一个查甫的都开始因为心虚，拢唔肯配合。可是我们真的就很浓厚，很浓厚，在场人都有闻到。在这个地方开一下，看这个办事，我都去辩解，只好乖乖啊配合。K 盘啊，唱袂掉啊。这个是不是 K 盘？你叫什么名字？警方扩大临检的勤务，强烈的稽查，全面要防止治安事件，加防疫出现破空。